看一下呀，吸满汤汁的炸弹来喽。你们那儿的螺蛳粉卖多少钱一碗呢？去年我们来这家11块钱一碗，可以号称是西安螺蛳粉天花板了。又馋了，走走走，哈定的要吃螺蛳粉了。回到门口就闻见味儿了。哦，这个味儿，在这儿点吗，老板？还是要一个香辣螺蛳粉？都有多辣的呀？你要吃多辣的可以。啊，那我要特别辣，香香辣辣的，贼过瘾那种。然后再加个豆泡，加份腐竹，再来一个桂林干捞粉。啊，再来个炸蛋吧。炸蛋是多钱，老板？2块钱，神仙物价。多少钱？老板，我付了30。30块。好了，看好了，加了一份豆泡，有个4、5、6、7、8个吧，咱也没数，反正看着是真的实惠啊，11块钱这么一份，腐竹这么多，然后我再花2块钱加了个蛋，加了份豆泡，另外再加一份腐竹，在这儿放进的。我们还给欣欣要了一份这个桂林干捞粉，然后问老板，我说这玩意儿我没加呀，他说本来就有，13块钱这么一份，上面加了锅烧和叉烧，绝绝子，哈，来，赶紧先吃一个煎蛋。嗯。吃满了螺蛳汤底和辣油的炸蛋，太香了！白胡粉，那粉看着好搓。嗯，我愿意称这家为天花板，真的超级好吃，还是卖相贼好。你看他们家酸笋，哇，这么大的酸笋，也不知道柳州当地是不是这么大。好吃吗？干捞的好吃吗？好吃，味道超级足。哎呀，豆泡看着好香啊，膨胀起来了都。你们爱吃豆泡吗？汁水都蹦出来了，太带劲了，必须得就个蒜。你别说，我们去年是10月份拍的，拍完到现在人家是10瓶，不降反增，而且没有涨价，是不是？这11块钱一份，这太绝了吧！嗯，这太辣了，啊，辣的我，腐竹泡好了，哎，你们爱吃这种大块腐竹吗？我最近吃了个螺蛳粉，就那种袋装的，哇，腐竹就跟这个一毛一样，4×4，这叫。我下辈子想投胎去柳州，不锈钢门，太爽了。出门自带炸弹，你们见过这种人吗？看我炸多好，又大又金黄又亮啊！没有说人老板炸的不好的意思。看一下呀，吸满汤汁的炸弹来喽！很满足了吧？嗯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吃。太绝了！哎，你说为什么开螺蛳粉在西安开螺蛳粉都各种姐，那虾姐、黄姐、丽姐，啊，胖姐，鲜酸爽，不要烫，绝！2块钱一份，腐竹也太香了吧！嗯，好了，汤底好浓啊，再加贵一点。算了，自己假装胖，根本不跟我直视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小薇小薇点赞，下期再见。辣，真辣，特别辣，蒜吃蛋到。是不是咬的有点多？像对渣男一样，爱他不能太多。嗯。我以为我单手能螃蟹。我还弄了一个炸弹，我一般是放到麻辣烫里面，今天放到爆肚粉里面。天哪，太香了！
们今天在家里点了一个麻辣烫，然后要的是特麻特辣，再整了一个我最爱的爆肚粉，还搞了一个黄豆罐头。那我们开吃吧 ，Go Go Go！ 上次给你们安利的炸蛋，炸的过程可简单了，我给你们放到片头了。吃粉不吃炸蛋等于白吃。蛋汁大，贝姐一口吃不下。还把那个麻酱，还有那个辣味吸绝了！你们下次吃爆肚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吃，蘸颗粉。喜欢麻酱的宝宝来扣一，喜欢麻辣的宝宝来扣二，喜欢麻酱和麻辣综合在一起的宝宝来扣喜欢小贝。爽歪歪，来吃一口麻辣烫。我这个要的是藤椒，特麻特辣的。来口肥牛，我妈好辣，贼过瘾。这个我上次就点过，你们看了吗？新晋最爱鱿鱼。刚刚那么凉快呢，啊！给你看看这个油条，这个油条绝了！还有姐妹吃麻辣烫的时候不点油条吗？我不允许。油条把这个汤汁吸满了，绝！蒜吃蛋到。是不是咬的有点多？像对渣男一样，爱他不能太多。我这次是趁蒜没有反应之前，赶紧吃了一口粉儿。不可少啊，嚼金针菇这个感觉。这还有金针菇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！喜欢小鱼的话，小鱼点赞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请大家一个黄桃罐头，真好吃啊！好久没吃了。